从去年那个三宝园的人祸呢，还有宝和岛的地震呢，到海燕呢，我们到现在还继续在做，所以总统特别邀请我们，是要向上人呢，还有慈济人呢，感恩的心。去年菲律宾啊，的确是苦难事偏多啊。九月开始有了三宝园的叛军动乱啊，在炮火中呢，那样的房屋被烧啊，人呐、啊、都在那样猖狂的哈、哦、逃难呐、啊，这也是一种惊世的灾难呐、啊。这一群人到目前为止啊，直到慈济呢给予这简易教室孩子们呐、啊、可以上学，但是还有许多人无家可归。那么再来呢，那就是宝和岛，在十月间的7.2规模的大地震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大部分所信仰的都是这天主教，教堂都是几百年的哦，古建筑物哦，也是呢毁在这一次的强震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教堂都倒了，何况呢，人的住家呢也是倒的不少。慈济人呐、啊，去急难救助啊，那到现在从十月到现在超过半年多多啦，7-8个月了哈、哦，那我们。就是那个时候急难救助及时去帮助，接下来呢这要中期的哈，来不及去，就又是11月的海燕台风，所以呢力量都集中在海燕台风里啊，现在又回过头去、哦、看到了他们呐、啊，这种倒的还没有复原呐、啊，最重要的孩子读书的教室都已经呢损坏了，所以慈济人再一次呢走入了宝和岛。宝和岛看到慈济人，他们也很开心啊，蓝天白云又踏到了宝和岛，大家呢。对慈济的那一份感恩而且感动，他说你们又回来了，因为他们接过我们的紧急救难 的帮助，又看到了慈济人再回来，他们就说只要慈济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学校赶快复原起来，他们不需要代证，总是呢他们一定会投入，所以整个村庄啊，家长啊，都是愿意当志工。所以那一段时间，我就跟青山还有博方居士说：“你们要负责这一块哈、哦。”那虽然我们在准备这样的简易教室，我们也是要保护的大地啊，希望。大地能让它呼吸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们说：“你再回去的时候，希望他们做地桩，希望他们呢利用机会，我们在准备呢简易教室的建材，他们同时呢能做这样的地桩。但是呢，希望这样的地桩呢要做得牢固，将来呢。”拆掉了一块一块，可以再换个地方去铺哈。那我还跟他们说，是不是用竹片去编
边呢、啊、竹片呢、啊、才放了这个水泥哈、哦，那这样就会很牢固没病了哈、哦。那他真正的回去呢，跟他们说，他说没问题，我在底下都是真多，他们真的呢是。那个啊，破那个竹片哈，那这样的铺的一块一块哦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，地上所铺的呢，都是家长们呐、啊，那用磨哈，那用这样的水泥啊，用竹片呢，这样把它编起来，这都是先铺好土地，上面呢。就是我们的这个简易教室一去呢，就这样一搭起来呢，就是可以里面都袂讲吼，搭伫草啊顶吼，那上落落吼，所以啊，这都是已经看到了吼，他们都很感恩呐、啊。近期我们台湾的慈诚菩萨都会去吼种子啦。他们去了以后呢，还会呢，就是教他们如何来大建哈、哦，这都是去传功夫哈、哦。我们的材料到达了，那功夫的形塑底下团呐哈，这都是呢，彼此合作，当地人动起来哈、哦，连学生嘛，家己哈。破啊哈，家长啊当这导领哈，这都是呢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嘛哈。那爱的能量啊，的确呢，只要大家把爱心汇合起来，也可以带动当地呢彼此之间互相呢来完成一件事哈。这都很好哈，看到了这些人呢，已经几啊个月来来往往哈，跟因互动啊，家长啊，当地人呐、啊，他们也被慈济人带的那样的开心。虽然呐、啊，他们的家还没有回复哈，可是心灵的复健呢，已经复健得很好了啦。没有看到了，玻利维亚哦，二三月间哦，一直落雨啊，哇，那样的水患呢，这路断山崩哦，那实在是很真歹行的路哦，哎，很危险呐、啊，所以一直要等它水退了，这么多哦，两三个月间呐、啊，水才慢慢的。会哈，终于呢，在玻利维亚才有一两个慈济人呐、啊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畏惧困难，还是持续的哈去追踪，我们要如何帮助他？这一次的大灾难啊，台湾本会要支援他，啊那不然呀，跟他。记得好是慈济人呐、啊，那还有阿根廷的菩萨呢，也有去帮助，还有智利呢，小熊跟他的妈妈的也去帮助哈，三个国家合起来呢，终于呢物资到达啦。我们也准备了六个卡车的物资，其中包括大米、有糖、沙拉油，还有通心面。医药包，还有就是5500条的毛毯，哈，应有尽有，每一户都可以领到了，差不多超过60公斤的物资哦，近3000户啦。那他们的省长啊、县长都很感恩哦，那政府员工还有军人呢，灾民啊，大家都是汇合起来，一起来帮助呢，完成这一场呢，发放救灾。看到了他们的画面呢、啊，也是很整齐有序哦。这有心都无困难呐、啊、吼、哦，
所以我们大爱台也做一个呢很完整的报道啊。所以呢说来呀、啊、真的很感恩啊，天地人间啊呀，这种四大不调呢造成了人间苦难，那人间有了苦难呢也需要人间的爱呢来用爱铺路、哦、让这一条爱的道路呢能通达无阻。